嗨，各位好，我们现在来介绍高尔夫球杆我是杰凯行销的杰克。我们这一款球杆呢是一号杆。那个我们这个一号杆呢，给各位介绍，就是说我们这个是所谓的卡蹦的，卡蹦的，不是外面那一种所谓的铁杆这个是卡蹦杆。卡蹦杆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 Q 度弹性很好那我们这一款是今年度最新款的今年度最新款美洲豹各位看一下美洲豹这一款呢最新款它的角柱 10.5 度的然后它有非常的，就是今年的款式呢，它的甜蜜区呢增高了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甜蜜区它变得比较大各位可以看一下它的甜蜜区变得比较高之前的比较矮那已经没有了这个我们是最新版的这个甜蜜区比较大，而且真正的美铝合金它是比铝合金还要更轻更硬一点那我们这个都是卡蹦它的握把呢橡胶握把都非常的好各位可以看一下美洲豹这个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高尔夫球杆一号杆一号杆它打击的时候 Q 度，你可以在你的手在敲击的时候，你会感应的特别突出啦，这个你会感觉得到这个外面的话，我们说实在的，一支好的一号杆卡蹦的，你最起码都要5000起跳啦甚至到8000块10000多块都有更贵的一种2-3万块也都是有那因为我们这个是属于来讲的话，你刚初学者要练习，或者是你要下场打球都可以要下场打球可以这一号杆现在也是一样有特价CP 值特别高 CP 值特别高的一支那个高尔夫球杆，各位记得这是卡蹦碳纤维的不是铁杆所以它非常的轻，非常的轻，可以讲说一个小指头你这样子在拿的时候都非常的轻盈，感觉它很轻介绍这一款新的美洲狮